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今年度提风铃镇风铃国小慈派嘉义客家学堂，用神话神奇的方式来教人共学。特别是系采取嘅中式化学生嘅为主，将来有计划多多嘅发展到县内嘅其他嘅乡镇，来增加学生嘅认识客家嘅本土，好好地传统同学法当今下去。花莲人去年度汉语认证通过率66.6%，全国大挑战。希望让县高人汉语教学界效益，花莲挑一届辽宁客家学堂开盘嘞。先到人都充电汉语生活学校凤林镇凤林国小来期盼，用学校本单有个基础，再结合提风自然开发东道中课程，利用大概礼拜两日，首席采提中小学生的强学来教客家。为了聚集乡镇两三届学生的安样冇办法开办，所以呢来集中地聚集会所共同来开办。有机会为安尼客家的子弟来服务。来香港来为好好的老鸭好糕来顶经营好，然后让假日学堂或者是我们客家的文化都能够传承跟延续下去。我们要买东西，我们客家要买东西，可以怎么讲呢？出发前先先学校会辽宁客家学堂汉为大年成立了，汉语社区参加面授也是积极发动，课堂涵盖各项内容，也强调升起老生法应用，轻松又发拍。生意呢又烟又甜哦，不一定要卖东西吃哦，啊看表演哦，啊不去感受到哎，其实客家文化唔系即到错到到什地步哦。利用客家美食来搞认真地道嘅内容，做嘅做快嘅做嘅冲诶吼，掠到东西诶，就会本地到啲日常生活地道，佮我提供诶样板来生活对话。花莲辽宁客家学堂已经从九年开课和完成为期盼到年尾，系讲繁衍梅兰。花莲县政府完成明年为继续推动到其他乡镇，做到以乡镇以客家学堂嘅最大目标。客家新闻王小琪花莲报道。